子胜真的太好强了。不是老刘今天最搞笑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我说你做几个呀，他也不回答，反正我知道他做很多，然后他就自己说自己的话，然后他说哎，主要就是不想报了。他这嘴硬你知道吗？他这嘴硬，就明明就是累了，我知道你做不了了，他哎，主要是不想报了。打死他，真的是，所以说他是大直男嘛，他真的好胜心很强。我也有好胜心，但不太支持，但是哇，好香好香，尝一下。那我就开动了，开动吧。薯片啊，这是。哇，这面很面，哦，还有鲍鱼。那我给你尝吧。谢谢，谢谢。哇，烤鸡来了，好大一份啊！尝一下。老屋里的异性，在你心中好感度的排序。这不刁钻吗？又不是跟自己有好感的，你个意思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有好感的话就指定一个人啊。你那个更可怕，你这个还得有一个垫底的，还要拉踩一波。他就是想问第一个第二个，你就完全可以说一个就更狠啊，我们肯定选第一个呀。搞事情啊，搞事情。你来，你比较有好感的安吉了吧。啊，同频。嗯，该你了。你说。我也不想让你尴尬，但是我真的也只能选你了。哎，我收回。主要是，要是老王没有那个事情的话，可以说一下老王，是吧？但是现在，老王哎，不行不行啊，这是相，是相犯的。啊，不说不说不说了。我也有个问题，但啊，你问你问你问，就是上次他们玩的那个，就是找一个人结婚、谈恋爱和拍拖是吗？什么的？对，谈恋爱、邂逅还有结婚。谈恋爱我会选择图图，邂逅我会选择 Jess， 然后结婚我选择老王。嗯，不错，不错不错，挺用心的。嗯，真心答案，真心答案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为什么谈恋爱选图图啊？因为我觉得图图性格特别好，就跟我也很合。然后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就是隔阂吧，我觉得。但是我当然不希望找到一个比我成熟的人。你不喜欢比你成熟的？我不喜欢，所以我说我喜欢可爱反差的这种。哦。因为我也不喜欢被别人照顾，尤其是女生，就没事照顾我，我觉得哎呦。就因为可能因为我从小家教就是一定要宠着女生，嗯，对，可能习惯了，也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点。我不做自己，我就一直在照顾别人，照顾了二十多年。你会觉得不舒服吗？照顾别人你会快乐吗？对，照顾别人挺快乐的。那你为什么要改？你快乐就好了。是，但是真正根本的意义是，就是我完全没有为自己去做过什么，完全没有去做到过，我只是在看。别人想要什么，我就去做什么。但是我有一个毛病，也是很困扰我的一点，就是我不太会确认自己的心意，也不太会拒绝别人的心意。不懂拒绝，我看出来了。对，这是我最大的毛病。嗯，因为你会太周全的顾及到，怕伤害别人。是的，是的。然后这么可能下来，我也会让别人误会到，也可能会越来越复杂。尤其是在我们在这种恋爱的节目里，已经开始有了吗？你已经开始有这种感觉了？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，就是不会拒绝人，我感觉后面会让我搞得很糟在人际关系上。因为我觉得你也挺单纯，就挺可爱的，就性格挺可爱的吧。但是你有的好准，就是每个都很短，就很多部分和平分开是你提的。嗯。感觉到你应该没有，就是很单纯的，就觉得在这方面上。为啥呀？就是在你讲述感情方面，然后就包括我跟老王这些，然后你的思维、你的想法就很简单。对，很简单，就是小女孩嘛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哦，也感觉在之前没有受到过太严重的伤害，然后被保护的也挺好的。嗯。你竟然让我好刮目相看啊！煎五个鸡蛋，五个鸡蛋，
你自己要吃五个煎蛋吗？嗯，可能五个六个吧。那你吃了五个煎蛋之后，你还能吃得下饭吗？能啊。你每餐就是吃鸡蛋吗？就喜欢吃鸡蛋，很喜欢吃。蛋黄我也吃，因为我觉得反正能代谢掉，现在还年轻是吧？点我呢？不是，我今天少吃一点蛋黄吧。我还以为你要说，就是因为运动量比较大，所以说能代谢掉。对，哦，今天公主抱了。为什么结婚选的老王？因为我觉得老王其实是一个很体贴的人。哦，我不是，我 sorry， 我也就在纳闷，这就在干嘛？他有时候也好迷惑呀。不是，我不是好迷惑，我是说，我觉得老王有时候也很迷惑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哎，不是，能不能给人一个解释的？哎，不是，能不能给人一个解释的空间？好，冷吗？不冷，我穿这个怎么会冷？那也是哈，我觉得这衣服还挺好看的。南方小土豆儿，你要洗？你要洗？哎，我要拍一下，这个锅气好足啊！还是铁锅炒出来了？对，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之前吃的最好吃的一顿了。冷吗？不冷，我穿这个怎么会冷？那也是哈，我觉得这衣服还挺好看的。南方小土豆儿。你要洗？你要洗？哎，我要拍一下，这个锅气好足啊！还是铁锅炒出来了？对，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之前吃的最好吃的一顿了。哦，你在吞口水吗？哇哦！不是，我觉得他们那个餐厅绝对干不过我们这个，我们这个太顶了呀。嗯。你要我选择去吃那种超级好的餐厅，要预约可能半年以上，和这种路边摊，我毫不犹豫选择路边摊。我也不愿意排队。嗯，我觉得主要还是看跟谁一块儿吧。好。我觉得里面我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个餐，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超级好吃。嗯。还是你聪明，你怎么这么聪明？因为你在我旁边，我就显得稍微聪明一丢丢。你在骂我？不是呀，我说在你旁边。我的脑子会变得聪明一点。你骂人真高级。不是因为你聪明，我就不怎么动脑子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我太笨了，你给我动脑子，我也不知道。挺好的，你这个叫直白，不叫笨，直爽。嗯。我不看，我从来不看人手机，好不好？我也不看人手机，尊重。对啊，就假如就说不喜欢的，就直接说呀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查手机这种行为是很幼稚。也不说幼稚吧，有可能是在乎，但是每个人爱的方式不一样。对，你看到没？我是说你很成熟吧。下次我们就不用直接发了，我俩不用进来看。直接看。谁说的？所以我一定会给你发吗？不好意思，误会了，不好意思。那今天如果玩游戏的时候，那公主抱环节第一个听到的时候什么反应？其实我怕。你怕其他人？我抽到了，对，我超孙子也还好。就是其他人好尴尬。嗯，我抽到露露的时候真是头皮发麻。他就得尊重游戏规则，然后他在我眼中就跟哑铃片一样，我完全没有看他，我就想着要蹲多少个，然后最后我还挺不好意思的，我没留意，做完之后我直接把往前一扔。我习惯了。我尝一口。你嘴巴还没吃完。好烫。你也跟我说一声。不烫吗？烫的，我嘴巴被烫着。明天开始就正常饮食了。确实稍微控制一下。回家再控制吧。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都不控制是吧？嗯。明天要不试一试跑完步。踹踹。跟你跑步我还得起来化妆啥的。嗯。稍微打个底，可以几点？八点，可以。嗯，我会把我卖了。我真是职业，你懂的。芳心纵火犯。我的天哪！什么二倍？好恶心。什么饭？炒鸡蛋。又搞这些。嗯。你说结婚，感情会慢慢变淡吗？肯定会啊，因为要在一起。感情会变。性质会不一样，对，也不是淡。我爸老问我妈，下辈子你还跟我吗？然后
我妈就老开玩笑说，下辈子我要找一个爱我的，我不选我爱的。啊，好甜啊！但是我爸也很爱我，所以很好。所以很难遇见啊，所以导致我一直认为男人就应该这样，所以我就很难找桃花啊，因为这个社会是很少的。是的，我也觉得，其实我恋爱里是喜欢对方黏着我的，嗯，但是那个黏着我不是那种他没事干黏着我，嗯，有个度，对，该工作工作，不工作的时候就黏着，生活中在一起的时候就黏着，是的，然后三观、经济观、消费观，就是还没有在成家之前的那些观念，一定要想想。要不然生活柴米油盐酱醋很多事情就会有矛盾，对，就比如说我今天我认为过节就是应该去吃顿桂林炖，他跟我说家里随便做一点就可以，就算他可能有这个条件，他也会觉得那样子仪式感，对，就是不想去这方面磨合太多东西，就想他本来就跟我差不多，嗯，就不需要再磨合更多，因为没有时间，没有精力去磨合呀。我就想停一停，我想学习一下。你确实该学习他。嗯，有些地方。他也有些地方要学习你。对，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优点。他身上的你很难学到，你身上的他也很难学到，但是你们两个的这个优点真的又是特别特别特别好，我发自内心的。你才是最好，你才是那个啊！我才是哪个端水大师吗？我不是，我干嘛不拿你跟你们跟其他人说？不一样，他们俩给我的整个性格呀，包括相处的方式很互补。他们俩有的东西是对方最没有的东西，然而这些东西要两个结合在一起，对我来说才是最具有吸引力的。我就想停一停，我想学习一下。你确实该学习他。嗯，有些地方。他也有些地方要学习你。对，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优点。他身上的你很难学到，你身上的他也很难学到，但是你们两个的这个优点真的又是特别特别特别好，我发自内心的。你才是最好，你才是那个啊！我才是哪个端水大师吗？我不是，我干嘛不拿你跟你们跟其他人说？不一样，他们俩给我的整个性格呀，包括相处的方式很互补。他们俩有的东西是对方最没有的东西，然而这些东西要两个结合在一起，对我来说才是最具有吸引力的。